主料，中筋面粉200克，猪肉莲彩馅200克，辅料，开水90克，盐、味精、十字醋、生抽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馅料搅拌均匀备用。刚烧开的水快速的倒入面粉中，快速搅拌，不烫的时候用水揉成团，揉好面团后醒发20分钟，全部切成小剂子，改成比饺子皮厚一点的皮，馅料放到皮上，从左往右捏到中间后反过来，再从右捏到中间即可。全部包好的蒸饺，凉水锅放入蒸饺，大火烧开后改小火蒸20分钟，做好蘸酱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，一开水和面一定要是刚烧开的水，二开水要快速倒入面粉中，三蒸饺难消化不宜多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